Hello，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是 Aaron 老师。今天我们又上电脑课啦。今天老师要教你们，第一就是 set font size， 就是字体的大小。然后第二就是 set center paragraph， 就是我们把每一段的句子我们打好的，然后我们 set 成中间就是 center paragraph。OK， 第三就是 set text box with a green color or yellow color fill， 就是把 text box 变成颜色。OK。我们把 text mode 变成颜色。OK， 我们首先呢，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 Microsoft PowerPoint。OK， 然后你去这里 Insert， 去这里 text box。OK， 然后我们点这几个放在这里。老师要你们打我们的国歌的歌词。OK， 就是 Negaraku 啊 ，Really Negaraku。你们可以去 Google 这里，你们找 Really Negaraku， 然后你 Enter。OK， 你看到这边有 Lyric Negaraku 了，对不对 ？OK， 我们拉下去，我们去 Wikipedia， 我们拉进去，我们看到哎 ，Negaraku 的 Lyric 在这边，我们就 highlight 一下 ，copy， 然后我们来这里，那我们就可以按 Ctrl C 或者 Right Click Paste，OK，、okay? 那 Paste 然后你要拉 ，OK。那我们要写那个 Negaraku 的 Relic 嘛 ，OK， 我们去这个 Text Box 一样的，等一次，那我们这边就打 Relic Negaraku，OK，、okay? 我们 Highlight 一下，我们放一个线在那边哈，我们字体我们就 Set 就是 Set Font Size 啊、哦，放大一点 ，OK。OK， 那么我们就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字体我们可以改这个字体的。OK， 我们来到这里改字体，我们看我们选择我们喜欢哪一个字体，你就改哪一个字体了。OK， 那么我们就选这个很简单的字体了哈。OK， 然后我们这个 Negaraku 放在那边。OK， 现在老师要把这个就是第二老师要教的。每一个 sentence 的句子哦，就是句子，我们要把它放成中间 center paragraph。那要怎样呢？我们叫 highlight 哈 ，OK，highlight，OK，、okay, 就是这样子 highlight，OK，、okay, 好，用你的滑鼠哦 ，highlight， 然后你去这个，有看到这边吗 ？center 在这边哦 ，center 这边，你就点击这个 ，OK， 你看变成中间了，对不对？给你放这边，给字体呢？字体我们要放大一点吗？我们的那个字体，我们放这个，然后我们字体放差不多20 ，OK， 看到20吗？那我们就放在中间这边。哇、wow, 哦 ，OK， good， OK。那么老师要教你们第三呢，就是把这个 text box， 就是你看到这个格子嘛，变颜色。怎样变颜色呢？那你就要去这个 shape fill。我们要去这个 shape fill， 哎，你点这个，然后你这个 fill， 你点一下，然后你看你要换什么颜色啊 ？OK， 那老师就放黄色哈，就变颜色了嘛，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呢，老师也是点一下，老师放什么颜色？红色不要，蓝色我们可以放青色啊 ，OK 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拉一下啊，看到吗？嗯，这个也是给它放成 center， OK， 我们这样点一下 center， 哎，那我们可以这样拉下去，嗯 ，really Negaraku， OK， 然后呢，我们这里 background， OK， 我们也可以加东西下去，怎样加呢？你看老师去这里去 Google 一样的，我们找。Bandera Malaysia， 哎，我们去这个 image， 这边很多国旗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选一个国旗吧，这个，哎，好，那我们就 copy image 啊，然后来到你的 PowerPoint， 然后你点击这边 right click paste 好过后。你就把它拉，那你字不进去了，对吗？没关系，
Right click, send to back, 就是把它放去后面 ，OK？ 那 send to back， OK， 就是这样子。OK， 重复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就是换这个 Relief 的 font size， OK？ 你可以放大小这边 font size， OK， font size。然后呢，刚才这个字，这个每一个 center 的句子哦，它没有在中间的吗？对吗？老师把它 set 成 center， 所以它在中间了。OK， 然后呢，第三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 text box 的 background 的颜色，好，老师跟它换成黄色这边 fill， OK， shape fill， OK， 你就是这样子做，然后这个换成青色这边啊。Okay, 然后这个 background 呢，你可以像刚才老师这样子，把去 Google 找了，然后放去后面。OK， 所以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所以同学们，你们要加油了，拜拜。